侠客岛平李云迪嫖娼被拘，人生道路可得认准黑白。新浪娱乐讯10月21日，据 IT 平安北京朝阳通报，近日朝阳公安分局接群众举报称，有人在朝阳某小区外淫嫖娼。对此，警方依法开展调查，将外淫违法人员陈某会、嫖娼违法人员李某迪查获。经审查，上述人员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，目前均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。随后，侠客岛平李云迪被拘。勤俭谈错了可以重来，人生道路可得认准黑白。